在人类丰富的休闲娱乐活动当中，有一种娱乐项目深深地吸引着人们。为了它，有人捶胸顿足，有人懊悔长叹，那就是抓娃娃。他们对准目标，失败，他们转换目标，失败，他们抓准时机。还是失败。尽管承受着一次次的失败，人们依旧对他爱得深沉，终于摸索出了一条新技能。第一步，找准目标，这次的目标就是靠玻璃倒立的玩偶。第二步，移动夹子至目标玩偶的上方。最后一步也是最关键一步，上吸铁石。不得不说，抓娃娃对人们的吸引力还能推动智力的发展呢。